当暖场，没有掌声也没有嘘声，到底是怎样？你也知道我不可能给你这样子摆的，人家可是有付上架费的。人死了以后真的住了进去吗？当然啦，我做这个是做牺牲的哦。啊，里面哦，电视、冷气拢有啊，还有我监视器啦，六台哦。就搞了，这样汽车才不会冷呢。静静掏了，唔去吹吹什么人家掏了啦。给我一个月，我保证会卖出第一栋房子。这个必然没救了，这样你也要买吗？你好像不大会卖房子。那先生跟我来，今晚把钱给他。孟先生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搬迁。这个房子没法拍了。可惜没有地方住了。我一直想要找一块环境清幽的风水宝地。啊，没那意哦，那边断多米的。我们家风水真的这么好？左青龙啊，右白虎，就直接给他带回家。无得靠，搁对着林木啊。家里多啊，几世人，以后搁要家里多啊？想太多。你们该关照啦！大人，你的房子在走呢。干什么啊？不要吵了。